青山队长，你们救了我的妹妹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请你们一定要收下。洛本，你的心意我们领了，但这钱我们不能收。如果您是有什么法律上面的顾虑的话，我可以和您签一个赠与协议，非常的简单。不是，罗律师，我们做的是公益救援。我明白，其实我在来之前已经了解过你们的队伍，但是做救援的总不能光凭一腔热血吧。你看，像队员的餐费、路费，包括你们所有的装备，这些都需要钱吧？是，这确实是我们一直以来面临的难题。正因为面临了这样的问题，所以才应该去解决啊。恕我直言，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，其实对救援队是非常不利的。罗本，如果我们开了这个先例，这救援的性质就变了。更何况你是我们救援对象的家属，这个钱我们更不能收。那您考虑过将来该怎么做吗？将来如果没有更好的出路，我只能是坚持现在这样的方式。好吧，如果您改变主意了，随时来找我。好。罗律师，来，等会儿。罗律师，还记着我吗？猎鹰。哎呦，这不愧是律师啊，这记性真好。您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的来意啊，我知道，想表达谢意啊。这谈钱太俗了，有更好的表达方式。您说，这个，你看啊，你是个人才，律师，驾驶技术还好，我们队里啊正缺你这样的人才，你考虑，加入我们来。如果您有什么法律上的援助需要我来帮忙的话，可以随时联系我。不过，目前我暂时还没有加入救援队的想法。不着急，好好考虑考虑，我们等你。啊，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好嘞，慢点，慢点。豆包，看呢，啊，哎，看，算是个人才啊！啊，过不了几天啊，他就会成为咱们的队友了。小杰，对不起，没有照顾好小妍。我不需要你照顾，更不需要你的对不起。就不能把以前那些事儿放下吗？你妈妈一定不会希望看到我们两个现在这个样子。她更不希望我看到那份旧报纸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你不是说见到我妈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吗？你骗人！小妍，你为什么不先救妈妈？我救了。那为什么活下来的不是她？为什么报道上又说你先救的小男孩？为什么我没了妈妈，你却在这心安理得当英雄？
说话了，根本说不出口吧，因为就是你害死了他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是我对不起你妈妈，也对不起你。我是一名医生，更是一名国际医疗救援队的队员。专业上我理解你，可情感上我无法原谅你。记得当时我拿着那份旧报纸去找你，哭着喊着问你妈妈是怎么死的，你就像现在一样沉默不说话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一样连告诉我真相的勇气都没有。问我自己，我这么做对还是不对？我能怎么办？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就让他怪我吧。后期收治的那些患者恢复得怎么样了？顺利的话，这周都可以出院了。不错，你在灾区做了大量的工作，还给医院争了光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上级对你印象很好啊，这次先进个人的名额啊，也多半是你的了。还是您教的好，没给你丢脸就行。哥，他们刚才说的先进个人名额，不知道展医生会不会拿到？别人医院的事儿，咱不管那么多，啊。蔡医生什么时候来啊？你不展医生的病人吗？你老惦记蔡医生干什么？蔡医生现在不是网红了吗？我马上要出院了，想跟他合个影。这一次没能让他开刀，有点可惜了。其实哪个医生跟你展医生不知道比那个蔡医生好几倍呢，怎么大家都只夸他，真不公平。不会这么小气吧？你们不都是心怀大爱的吗？啊，蔡医生，我能给你合个影吗？我好，来吧。好了啊，罗女士，你的各项指标呢已经基本接近正常了，下周啊就可以出院了。对了，平时
不都是展医生负责我妹妹吗？她今天不在吗？哦，展医生请假了，这是我们院长。好，院长，那展医生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呢？我找他有点事儿。好，你有什么需求呢？可以跟其他医生说，他们都会帮你解决的。不是，是这样的，这次地震呢，我妹妹她能够死里逃生，全是因为展医生他不顾生命危险，联合救援队的人员一起进入到废墟当中，才把我妹妹救出来。所以我想趁出院之前向他当面道个谢。好，找机会吧。总算有人呢替咱们展颜说了句公道话。我最近天天听大家夸蔡医生，听的耳朵都快起茧子了。还不是蔡医生太爱出风头了呀，哼，把自己搞得像个明星一样，他想干嘛呀？进军娱乐圈呢？你话也不能这么说嘛。也是咱们展颜自己太不爱抛头露面了，他要是想的话也可以的呀。罗律师，翟医生，能不能帮我开下门啊？我被关在天台上了。你去天台干嘛？这个呢，能不能以后再解释？这是什么呀？毒药，喝吗？展医生给的毒药也喝，干杯。我去换个衣服，喝完了你自便。有我穿的吗？病号服有，什么尺码都有。那还是算了吧。那个，这都湿着呢，你有没有吹风啊？我去换身衣服，用完了就放桌上。谢谢啊。展医生啊，这次无论怎么样还是要谢谢你过来给我开门。看样子我又欠了你一个人情。不是专程来给你开门的，本来就要来加班。展医生啊，你平时除了工作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？还不走吗？你别误会了，我呢其实就是想要谢谢你，投其所好。不必了，出门的时候把门关上，谢谢。好吧，走了。别工作得太晚哦。小严，这插头是昨天谁拔的？怎么了？早上我来的时候被人拔了，这小鱼儿差点就没了。